再一起的视频。 第六章。 以上就是我所传的录制视频，但我会带给大家这款独家版的游戏视频。这是一款在 Exetior 都懂到的家庭，善与恶的战争独家版，曾经也会说自己的英文是及格水平的小学五年级毕业生，在玩一款我没看过的画面，疯狂超速追着小塔的画面，你玩的是善与恶的战争，吐血！你还好意思说你是英文及格水平？ 这明明写着真正的邪恶，会基本单字的我还好看得懂，不然可能就啊这无脑跟风。看啊，不趣味的地图。看啊，一旦被探照灯发现，让我们逃跑的时间只不过4-5秒。但有趣的是。
众老爷们就会问先锋魔马三的事啦，至高设定不是只有工业系列才有吗？安娜达瓦太年轻给死给到呢，恶魔们会穿越维度，至高没理由办不到。接下来就是啥都不要想，看看气人主播录制手残视频，笑笑就好，并且说声这个安婆就是逊啊，我超会反应的，超会玩的。
Yeah.
Bye.